今天早上整个一零七的启用仪式到下午的闪测试期，我相信县政府的团队真的非常用心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哦，从108年到现在3年的时间啊，各家一零七整体给打造好哈，创造斗六市中心的黄金地带。连续的这四周的六日呢，下午4点到晚上8点啊，这段时间是一个亲子游乐来到云林溪哦，来享受这里的美好哦。我想这个呢，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报告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那希望以后呢，大家都常常来到云林溪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看看我们的溪水非常的清澈，看看我们的生态也回来了。那大家一起来共同回忆以往的这个历史，那也见证云林溪现在的这个美好了。